一脉清晰蜿蜒出山，条条碧水滋养出河流两岸的一抹翠色，恰如九秋风露，雨霁千山。这便是浙江省开化县的底色。千年古意淬炼出厚重的文化积淀，三省交界融合多彩的乡风民俗，清澈的碧波千回百转奔向东海，赋予了开化人洁净而又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质。他们生息繁衍的这片土地，置身万重山中，却如一道绵延百里的绿色长城，守护着烟雨江南的万顷生机。文塔遥从天阙起，碧桃直向日边开。这是明代万历年间开化文人徐公运盛赞家乡的诗篇。开化县文化馆原馆长徐增元为了完善家乡地方史志的编纂，又一次踏上了搜寻史料的历程。有关开化的古诗中频频出现的文塔，是他绕不开的地标。开化文塔因坐落于凤凰山上，又名凤凰塔。它作为开化县志中的八景之首，是这座小城文脉发展的象征。在开化，仅仅姜氏一族在两宋就有数十位子孙名列进士榜中。源远流长的文脉始于当地一个北宋文人充满勇气的选择。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时任镇海军节度判官的江景房，负责将吴越国的图籍护送至大宋京都汴梁，以示臣服。然而在运送途中，江景房却冒死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为时两浙之民免受重税之苦，船行到江中时，他就下令凿船沉积。55680户的图册卷积沉没江中，迫使归宋后的两浙赋税无计可依，减轻了赋税，发展了经济。这个令两浙百姓受益无穷的决定，却使得正直耿介的江景房因此被贬官，不久辞官回乡。回到开化后，江景房决意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发展家乡的文化教育。也许是江景房为民请命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百姓，三年以后，他的学生上表奏建开化县，并倡导族人为建县捐献了田地。开化的县域建制由此肇始。开化就是开明教化，开乡民厚德之风范，从文化教育之功林。崇文重教的开化在建县百年后，
迎来了又一位使这座小城名垂青史的贤达。但须得以身僻去处，全府两三日乃佳。自金华不入渠，径去常山，道间游庙。这是南宋大儒朱熹写给友人吕祖谦的一封信，意思是要在金华至常山途中寻找一个交通方便而又静谧的地点，以进行一次预期两三天的会面。这是朱熹为了延续此前和吕祖谦等人的学术讨论而特地组织的一次聚会。经过审慎的思考，地处古栈道一侧的包山书院，因其幽静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进入了朱熹的视野。应邀的学者们在包山书院的讨论远远超过朱熹的预料，持续了七八天之久。这场学术盛会让当时的包山一侧大儒云集，碰撞出璀璨的思想火花。此后的十余年间，朱熹又多次来到包山讲学，四方学子慕名而来，一时间门庭若市，人满为患。深厚的文化积淀让包山书院在后世被列为浙江四大书院之一。此后开化一带文风大振，从宋至清，此地共建有书院22座，其中诞生的一大批文才英杰，垒起了开化文塔深厚的根基。随着史料搜集工作的进行，徐增元为开化八景重新标注了坐标。经过原址重建的文塔与其他得以恢复的景物一道，谱写着开化的历史新篇。在这里，一座城市源远流长的文脉定格在无数落笔于此的诗文里。先人们对于开明教化的期盼，在千年之后得到了回应。这是一张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照片。这座至今尚存百余座明清古建筑的村落，是坐落于开化县马金镇的霞山村。笔尖而立的屋脊代表着马金溪畔世代延续的生活空间，一排排直抵马金溪河滩的屋檐，则显示出先民们选址建村的初衷。开化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吴德良正在对这座小村的历史进行寻访。这是一种盛行于霞山村的民间舞蹈——高跷竹马舞。这种一共8人参与的民间舞蹈，使用1米多高的木头做踩脚，制成高跷，配以戏曲中文官武将的行头。每逢节庆便走街串巷，翩翩起舞。在霞山村，这种舞蹈是为了纪念这座村落共同的先祖而进行的。我们霞山高跷竹马为了纪念唐朝的郑元寿而创的。郑元寿是他的北方做官的，把北方的高跷把我们当地的竹马结合起来，就叫高跷竹马。唐朝武德年间，颍州刺史郑元熟见此地四山环翠，沙明水净，迁居于此。
坐落于皖浙赣交界处的开化，依凭崇山峻岭的庇佑，成为先人们理想的世外桃源。南宋建都临安后，中国政治与经济中心南移的涟漪波及三省交界地的峡山村。当时徽州一带木材和其他土特产可以从绕村而过的马金溪直达临安，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峡山村成为了这条黄金水道上的重要节点。江西安徽的一些望族往山里躲避税赋，马金溪这一条黄金水域呢是一个季节性的河流，这些望族在这里呢等待水清发货。那么这个地方呢原来就是经营木材的，时间长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商埠。吴德良在这座名为爱敬堂的正式祠堂里发现峡山村人世代经营的秘诀。爱亲者不敢侮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这副对联中折射出的敬孝行善与平等待人的经商之道，惠及峡山村后裔。如今的峡山老街上，南北杂货久似犹存。酬神与祈福的一座座戏台，勾勒出峡山村昔日人丁兴旺、商贸繁华的盛景。经过广泛调查，吴德良在这个山村启动了古宅登记与挂牌保护。在政府的参与下，峡山村完成了百余栋老房屋修缮。2018年，这里成为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第一期上线的千年古村落之一。在峡山村的村口，高高的屋脊依然传颂着这座小村不朽的传奇。延续千年的钟鼓声里，中国乡村的发展密码代代延续。坦，开化人对于西边平地的称呼。这个名为龙坦村的地点，在数百年溪水的冲刷下，为当代人带来了无限惊喜。201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开化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龙坦村进行考古发掘。文博副研究馆员陆苏军全程参与。这些残破的瓷片种类极为多样，青花瓷、白釉瓷、青釉瓷等多彩的釉色，高足杯、直壶、笔架等繁多的器型，折枝花卉、鱼藻、蕉叶等纹样，令考古专家们目不暇接。最为奇特的是，龙坦村附近出土的瓷片上有着多达90余种不同的字款，这种现象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几乎从未出现过。在大量碎瓷出土的地点附近，陆苏军和同事们发现了一条残长超过15米的龙窑遗址。通过炉窑内壁的坚硬烧结面、附近的楚泥坑和邓泥池，学者们断定，
这是一座完整的瓷器生产加工场所遗址。此后，鲁肃钧和同事们对龙坦窑出土的青花瓷字款进行了分类和整理，在其中的一片碎瓷上，他们破解了龙坦窑的烧制年代。在发掘的时候，发现了一片瓷片，覆内有正德跟五年的字款，距今有5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瓷片的这个年款来说，至少在明中期之前已经出现这个窑。那么这个窑址的发现，是我们浙江地区到目前为止烧造青花瓷年代最早的窑址。龙坦村地处浙江与江西交界之处，景德镇离它只有90多千米，两地之间经过水路与陆路都可以到达，这说明龙坦窑的窑工很有可能就来自景德镇。这些瓷器底部多种多样的字款，是不同窑工不同年代留下的款制。它们的出现为考古学家们还原出开化一带依靠水路贸易和日常瓷器销售，工匠云集，人流如织的繁华过往。与景德镇如此相近的龙坦窑，为何能吸引大量窑工的到来呢？为了找到龙坦窑发展的源头，鲁肃钧邀请了国家一级技师汪家良，用龙坦村周边的原料进行复原实验。经过反复尝试，汪家良在原料中发现了龙坦窑生产大量青花瓷的秘密。这种原料名为浙青，也称浙料。这种原料是原产于我国用以烧制青花瓷的主要原料之一，而开化正是浙青的主要产区之一。正是因为分布着大量的浙青，一批又一批制瓷工匠来到此地烧制日用青花瓷。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汪家良对于原产于开化一带的原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采用这些原料所烧制的龙坦窑青花瓷，愈发接近古瓷的光泽与色彩。2017年，明代龙坦青花窑遗址被列为浙江八大考古发现之一。以龙坦窑址的发掘为契机，考古队对浙江地区31处青花窑址点及文献中青花浙料的存在地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及研究，并以龙坦窑为主线索，将浙江青花瓷烧制的历史进行系统编年。诞生在清浅溪水旁的瓷器，铭刻着这座山间小城工匠与商旅往来的繁华，也在重燃的炉火中锻造着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这首由陈毅创作初稿，
多位新四军将领集体修改定稿的歌曲，1939年发表在《新四军》刊物上，并被定为《新四军军歌》。就在这首歌曲诞生的一年多前，陈毅刚刚完成了新四军第1、2、3支队的组编和团营的构建，并进行了政治军事的整训以及军需的补给。此次整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极大地鼓舞了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斗志与激情，成为他们集体创作新四军军歌时不可或缺的灵感源泉。这几份珍贵的电报揭开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1931年5月，国民党当局颁发一系列禁令，对闽浙皖赣苏区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苏区的食盐、药物、布匹等一系列日用品供应非常紧张。在粉碎国民党经济封锁的紧迫需求下，河道纵横、交通便捷的开化成为了向苏区运输物资的必由之路。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一条由开化华埠经忻口通往闽浙皖赣苏区的红色贸易线得以开辟。1931年9月，游戏口支部书记傅家富组织了一支120多人的运盐队，利用放牧牌到华埠往返运盐到白沙关，而后转运到滦水。此后，各村党支部又组织了300多人的单盐队，通过险隘山路为苏区运送了大量重要物资。艰苦抗争、并肩作战的经历，让开化的百姓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前就是20几户人把粮吃的来了，现在有300多人口那么艰苦哎，都是卧山冬月里上山，所以他们艰苦吃苦，所以也像在今天这一天来这个啊。和田福岭山上这幢简朴的老屋是林翠娥丈夫家的祖宅，1936年已经成为苏区交通枢纽的开化成为中共浙皖特委的机关所在地。林翠娥深深地记得，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红军战士们与当地百姓亲如一家。在高昂的革命斗志鼓舞下，当时的开化县有近10000名青年投身到了抗日的队伍当中，林翠娥丈夫的3个兄弟也全部参加了红军。正是因为此地深厚的红色革命基础，数年以后，当新四军准备进行第一次整编时，开化便成为了陈毅的首选之地。从这里出发，新四军走上了艰险而伟大的抗日征程。革命胜利后的林翠娥夫妇成为了这份红色记忆的守护者。老宅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他们自愿义务向游客们讲解当年的历史，一讲就是30多年。红军以前蹲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房子里的，老百姓农忙的时候，他帮忙老百姓做事，什么事都要做的。红军对老百姓很好，老百姓对红军他也是很好的。如今，开化的红色革命遗址，芳草浓荫，绿树依旧。2019年，浙西革命斗争纪念馆正式开馆。开化县档案局对县域内40余个珍藏着红色回忆的地点进行了乡村红色记忆示范基地的建设。沿着潺潺溪流，革命年代不可忘却的光辉历史塑造着这座小城弥足珍贵的
精神源泉。一米二，我看这个一米二了啊。这是高原村汪家祖孙每年最为重视的活动，为鱼王测量体长。这尾清水鱼在汪家屋前的水塘里已经度过了22个年头，如今的它俨然成为汪家的一员。每逢年尾，孙儿王良峰就会按惯例为这条鱼王测量长度。如此有趣的一幕被衢州摄影师张伦记录在自己的镜头里。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一直在用镜头记录着开化的变迁。这张明代古宅里的鱼塘照片是张伦多年以前在高原村的另一户院落里拍摄的。在泗水龟塘的庭院中，一个偌大的鱼塘占据着大厅的绝大部分面积。张伦通过查阅开化县志发现，明末清初开化一带的人们就挖土砌石，引溪水或泉水养鱼。这种方式既节省耕地，又美化环境。其中，活水系统的设计十分巧妙。在鱼塘的两个角落里，分别安装进水口与出水口。通过这套梯阶引水体系，源源不断的活水流经房前屋后的每一个鱼池。在高原村的家家户户，养育长寿的清水鱼成为吉庆的象征。在张伦的镜头里，吃团鱼、贴鱼尾是高原村人独特的风俗。开化境内的河流水量受季节影响，时而泛滥，时而干涸，因此崇拜鱼的民俗贯穿于这里的每一个村庄。在开化的民间信仰中，鱼是龙的化身，村民们在祖辈传唱的歌谣中祭祀着鱼化龙的形象。张伦顺着开化民俗的发展脉络，拍摄到了更多鲜活的画面。香火草龙以稻草编织而成，相传兴盛于明清时期。龙首与龙身分开，龙首制作复杂，目前只有开化香火草龙传承人程章喜可以熟练掌握。龙身则由全村村民共同完成，制作周期长达半个月之久。由于取材方便，质地轻盈，香火草龙的规格往往长达百米。不做好我不泄气的，我白天做不好，重新擦掉，晚上再来做。制作完成后的草龙浑身插满线香，在欢庆丰收的夜里翩然起舞。
光与香火交相辉映，流转着开化大地上河流与农耕文化的深厚渊源。舞完的草龙将龙身点燃，寓意香火兴旺，五谷丰登。将其送回溪流，象征庇佑村庄的神灵归向大海。2011年，开化香火草龙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一尾清水鱼传递着吉庆安康的祈愿。一条香火草龙舞动出风调雨顺的祥和，一脉相承的民俗暗藏着鱼跃龙门的美好愿景，也指引着开化人与江河共存的生态之路。今夕一夜倒成雪，玉板新天席上真。开化纸又称藤纸，纸质细腻洁白，薄中见韧。开化纸古纸以耐老化、温软柔润闻名，是中国明清宫廷内府官刻书写用纸的上品。最早记载开化纸的文献是明代宫廷档案上记载，这种纸呢叫连四纸，大家都管它叫开化纸。清代内府吧，也是清代宫廷印书以开化纸为主，像咱们比较有名的康熙字典御选唐诗，这都是用开化纸印的。造出好纸的关键在于流淌在开化山间无污染的水源。2010年，祖辈世代造纸的开化人黄洪建和妻子一道搬进山间农舍，每天采集各种造纸原料，反复进行试验。因为祖上是造纸的原因，对这个东西啊骨子里面有一种冲动，很感兴趣，所以就想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它恢复起来。在开化县政府的帮助下，由黄洪建等一批匠人倡议发起的开化县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中心成立。自此，黄洪建更是通过自学植物纤维化学等知识，不断进行更加深入的钻研。同样在关注开化纸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从2014年开始，杨玉良就带领科研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古籍保护的事业当中。2017年3月。衢州首个文化类院士工作站开化纸研究实验室杨玉良院士工作站在开化正式启用。自此，开化纸的复原进入了专业化的阶段。经过近10年不懈的探索，黄洪建恢复的开化纸样理化数据、纸样特性已与古纸接近。在2019年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上，开化纸成为众多参展纸品中的佼佼者，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共同瞩目。
开化址的复原也成为当地县政府进行县域文化保护和发展的良机。开化人世世代代与山泽相处的生态理念，随之成为当代人寻求发展的参照。2019年9月，开化境内多条溪流，青山绿水一侧，开化人正在通过古村落的保护、传统文化的弘扬，为保护钱塘江的清澈，肩负起更为艰巨的使命。涓涓溪流孕育着钱塘江澎湃的大潮，依山而居的万千开化儿女筑起一道生态的屏障。在这里，波心塔影书写着水的智慧，鱼翔浅底折射出水的魅力，百年守望铸就了水的胸怀。两崖苍石间湍水激倾泻，开化人目送着一江清水奔流出山，成就了明媚烟霞里的鱼米江南。